人们，大学生真的来了，道上规矩，一手教狗，一手教正，蹦蹦哒哒的，头也不回的跟着小姐姐走了，目光时刻追随着小姐姐，那眼神都快拉丝了，完全不管身后的老父亲，真是个小白眼狼。大学生就是有活力，上来就是八条街，紧接着就是军训式的才艺展示。握手，脚，转圈，干嘛？不给丝毫的喘息机会，回到家就一直这个四出。快扶我起来，我还可以跟小姐姐再战800米。